老师，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传说只要集齐七颗球，就可以获得一笔很大的财富。那是七龙珠吗？不是，双色球。作为 Word 魔法学院最正经的老师，版权意识可是一直都很旗帜鲜明的。我的东西一定是我的，你的东西可以是我的。所以如果你们的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有引用海宝格兰杰的科研成果的话，就一定得标注清楚，不然论文查重过高的话，到时候就是取关我8个小时我也帮不了你。那参考文献那么复杂，每次打一条就能取半条命，有没有什么简单好用的方法呢？其实我们制作参考文献的时候没有必要一条一条的打的，我们可以通过百度学术来自行引用，例如我们引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引用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竞争力。进入百度学术以后，这边都有非常多的科研成果供我们引用，点击下面的引用小按钮，这边就会自动生成国标7714的参考文献的格式。同时呢，我们在旁边还有一个批量引用，点击一下你会发现它旁边的蓝色的小按钮它会有一个标记，再点击批量引用，批量引用，这次点击小按钮你会发现这些你刚才引用的内容，你刚才引用的内容都在这里面。引用格式选择国标7714的，就是标准的引用格式，点击一键复制，然后你就已经复制成功，然后粘贴到你的文档里面就可以了。这是参考文献的制作方法，那我们怎么引用它呢？引用参考文献其实也非常简单，在这里建议大家通过插入尾注的方法来引用参考文献。具体好处呢，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了，我们假如这句话是引用的参考文献内容，我们选中这句话以后点击插入尾注，回到我们的引用里面，我们引用第一个引用，把它 Ctrl+C 复制下来，回到文档里面 Ctrl+V 粘贴一下，就引用成功了。当我们引用第二条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再次引用一个插入尾注，引用这一个，Ctrl+V 粘贴。当我们引用很多文献以后，突然发现，咦，我前面的内容想要在前面再插入一些内容，我们刚才引用的第二条是在这里引用的，现在我们在它的前面再引用一条，在这里点击插入尾注，你会发现它的参考文献的顺序会根据你插入尾注的位置进行自行的调整，是不是非常方便？我们在这里再插入一条，第三条，OK， 我们参考文献已经引用成功了。你会发现它的位置不对啊，怎么是在致谢的后面？我是要在它参考文献的后面呢？那是因为你尾注的位置设置的有问题。我们点击角注的命令启动框，把文档尾注的文档结尾改为节的结尾，编号格式改为123的阿拉伯数字，点击引用，会发现文献引用的文献它一下子跳转到了最正文节的最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最初开始的时候对文档进行分模块的时候，每一个模块都插入了一个分节符，但其实正文与参考文献之间没有必要再用分节符了，我们光标注于前面 delete 删除一下正文的分节符，然后光标置于参考文献的前面，
按住键盘上的 Ctrl 加 Enter， 它有一个分页符，这样是不是就完美了？正常的参考文献它前面是不需要一条横线的，怎么删除尾柱的这条横线呢？点击视图，大纲视图，我们进入大纲视图以后，再次点击引用选项卡，点击显示备注，下面所有的尾柱编号都出来了。我们找到尾柱延续分隔符，选中这一条横线，点击 delete 删除，再找到尾柱的分隔符，选中这条线删除。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页面视图看一下，是不是就完美了？没有了。同一条文献当我们多次重复引用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不能用插入尾柱的方法了，就需要用到交叉引用。例如我们在这个地方文章的最后吧，我们插入一个我们需要再引用文献一，这个时候只需要点击引用交叉引用，这边引用类型选择尾柱，引用内容选择尾柱编号带格式，强调一定是尾柱编号带格式，点击插入，关闭，就一下子插入成功了。当我们对参考文献进行整个引用设置完成以后，这个时候再设置它前面的序号格式。我们都知道参考文献前面的序号格式一定是一个带有方括号的一个序号，怎么办呢？批量查找替换， Ctrl H 进入查找替换界面，我们把所有的格式都先清除，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演示一下。观察发现它尾柱的序号都是上标的格式，我们可以发现它尾柱都是一个小小的上标格式，所以我们查找内容首先查找格式字体上标，把它勾起来，点击确定。我们查找格式就是上标，所有上标的格式我们都是查找格式，替换为也替换为上标格式，勾起来确定，里面输入一个方括号，方括号里面输入一个特殊格式查找内容，意思就是我们把它替换为原来的内容加上一个方括号，点击全部替换，确定，一下子七个，是不是一下子替换成功了？我们看一下，文中的这些也全部替换成功了。我们双击尾柱前面的序号，可以自动跳转到链接里面的位置。我们在文档里面也双击这个序号，一样可以跳转。当我们双击尾柱前面的序号的时候，可以来回跳转切换。检查我们的内容也是非常方便的。现在我们文中的要求都是上标的中括号，对，这个非常优秀，但是我们参考文献的前面序号并不要上标啊，怎么办呢？光标置于尾柱前面第一个序号的前面，再次进入查找替换界面，查找内容依然是上标内容，替换为我们这里替换为不输入内容，点击不限定格式，然后再重新给它输入格式，把上标给去掉，注意是把上标给去掉，点击确定，它的格式就是把上标的格式替换为非上标的格式。搜索内容我们在这里选择向下替换，全部替换，一下子三个替换成功，点击确定。我们的参考文献制作方法就这样简单的完成了。参考文献的制作与引用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怎么设置它的字体格式呢？看看都有哪些要求。它要求中文是5号宋体，英文是5号新罗马体，两端对齐，固定行距20磅。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参考文献里面又有中文又有西文，相互交错，一点一点的设置非常麻烦。这里面有什么技巧呢？首先先全部
选中所有内容，然后设置字体，先把它全部变为宋体。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西文和中文都是宋体了。保持选中所有内容，再次点击设为新罗马字体。这个时候你再看中文还是宋体，西文就全部变成了新罗马体，所以它前后设置的顺序非常重要，这就是怎么分别设置中西文字体。然后再选中所有内容，就根据它的要求调整字号，五号段落是固定值20磅，直接输入20磅，对齐方式两端对齐，点击确定。我们的参考文献制作方法就全部讲完了，页眉页脚，这个有多痛我就不揭穿你们的伤疤了。其他你不会的话，也就是别人发3分钟你发3个小时也能完成，但是页眉页脚你不会的话就真的不会了。页眉页脚的设置一直都是论文排版的重头戏，闲言少叙，直奔主题 GO。首先分析一下页眉页脚它都有哪些格式要求。封面不要页眉，不要页码，摘要目录页页眉为学校名称，页码为罗马数字，正文页页眉为论文名称，页码为第几页的形式。字体就是小五黑体加粗单倍行距，页码居中。接下来看怎么设置。其实页眉页脚制作也没那么麻烦，要点无非两个，一个是插入下一页分解符，一个是取消链接到前页页眉。我们在对论文进行封模块的时候，分解符已经都插入清楚了，基本每一个部分都有插入一个下一页分解符。接下来就是制作页眉，光标置于顶端双击，进入页眉页脚编辑状态。封面不要页眉页脚，所以取消链接到前一条页眉，在这里输入学校名称圣天歌大学，设置为黑体小五加粗居中单倍行距。我们来设置页眉页脚，页眉页脚也是封面不要页眉页脚，所以把链接取消掉，在这里插入页码，页面底端普通数字2就自动居中，设置它的格式，点击页码设置页码格式，编号格式选择大写的罗马数字，页码编号选择起始页码1，点击确定，设置完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页眉都是正常的，页码修改一下它的格式，点击页码设置页眉格式，编号格式大写的罗马数字，序前节，注意这里选择的是序前节，点击确定。这页目录页的也是一样的，设置页码格式，编号格式选择大写罗马数字，选择序前节，点击确定完成。接下来就是正文页，正文页它的页眉是要论文的名称，所以取消链接到前一条页眉，先把它取消掉。我们内容输入论文名称，企业文化建设，页码首先取消链接到前一条页眉，把它跟前一节的关系完全断掉，然后再设置它的页码，点击页码设置页码格式，编号选择起始页码，编号格式就是阿拉伯数字123，点击确定，然后在编号的前面输入 D 页，选中 Ctrl B 加粗完成。我们来浏览一下，现在正文的页眉都是企业文化建设，页码都是第几页第几页的形式。我们往上看，目录页都是大写的罗马数字，页眉都是学校的名称，非常完美。封面页没有页眉页脚，
按住键盘的 ESC 退出页眉页脚编辑状态，完美。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我们如果不小心双击进入了页眉页脚编辑状态，在退出的时候，它的上面很容易有一条页眉横线，这个是要怎么设置掉呢？我们就把光标置于页眉上面，点击开始选项卡里面的正文样式，它的横线就会自动消失。快捷键的操作方法就是同时按住键盘的 Ctrl 加 Shift 加 N， 直接一下子应用正文样式，它的页眉横线就消失掉了。毕业论文简单的页眉页脚设置讲到这里就基本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补充一下页眉的旧页不同是怎么设置的。首先找到我们的正文内容要求，旧页不同，奇数页是论文的名称，偶数页是章节的名称。如果我们一篇文档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巴拉巴拉好多章，难道要一章一章的更改吗？其实是不用的。双击进入页眉页脚编辑状态，我们勾选旧页不同，前面的内容都要求的是大学的名称，所以我们相同的页眉都给它复制粘贴一下就可以了。重点是我们正文页的奇数页和偶数页的页眉，奇数页是论文的名称，偶数页是章节的名称，把页眉给去掉。首先取消链接，取消掉以后在这里插入一个域，点击文档部件，点击域，类别选择链接和引用，选择最下面的这个 Styleref 样式参考，样式名选择标题一，点击确定。我们放大看一下，是不是它的页眉一下子就成了我们的第一章的名称，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及问题。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的页眉奇数页是企业文化建设，偶数页企业文化建设对策，是不是非常方便，一下子就设置完成了。当我们勾选了旧页不同的时候，页眉设置完成，页脚也是要再重新补充的。双击进入页眉页脚编辑状态，奇数页的页眉已经有了，现在就是设置偶数页的页眉给它进行补充，步骤是一样的。先插入一个页码，页面底端普通数字二，在前面输入 D 页加粗，这样就全部完成了。但是当我们在进行一些商务文档排版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第几页共几页的形式，这个怎么设置呢？如果我们在这边输入共页，如果我们中间是手打一个数字共几页，但是当我们增一些减一些的数字，每次都要更改吗？其实这个也可以通过域来完成。光标置于共与页之间，点击文档部件域，选择文档信息 number page， 选择数字，格式选择阿拉伯数字，确定，一下子就完成了。我们在奇数页也一样，还记得我们的 F4 键吗？ F4 直接先把域插进来，然后再补充我们的信息，一个逗号共页。 ESC 退出页眉页脚编辑状态已经全部设置完成。当我们把第二章隐藏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哎，页码减少了，我们下面的页码也进行了自动的更新，大家注意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智能？是不是觉得学的有点不快乐呀？工作能带给你快乐吗？不能，只有工资能。所以多学一个技能，就多一个加薪的可能。目录设置那些事儿，加油哦。
在设置目录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它都有哪些格式要求。目录要求包含三级标题，一级标题是小三号宋体加粗，二级标题四号宋体，三级标题小四号宋体，1.5倍行距。先回到我们的论文里面，点击引用选项卡，目录，自定义目录，检查一下是不是级别包括三级标题，点击修改，在这边修改我们的目录样式，目录一就是一级标题，点击修改，要求的是小三号宋体加粗，格式段落，行距是1.5倍行距，点击确定，确定。目录二，修改，要求的是四号宋体，格式段落，要求的是1.5倍行距，点击确定，确定。目录三，修改，要的是小四号宋体，格式选择段落1.5倍行距，点击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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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引用成功了。哎，你会发现怎么目录它也在目录里面，而且我们的英文摘要和中文摘要是不应该出现在目录里面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在给它进行套用样式的时候，自动套应用了大纲级别，所以按住 Ctrl 键跳转到摘要部分，选中摘要内容，打开段落对话框，把它的大纲级别设置为正文文本，点击确定。同样的方法，我们把英文摘要的文本也是设置成普通文本，点击 F4 重复上一步操作，目录两个字也是设置成普通文本， F4 重复上一步操作。这个时候你再选中目录，点击更新目录，更新整个目录，确定，是不是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非常的方便。有的时候我们会对目录进行微调，但是无论你调了多少遍，只要一更新目录就全部被打回原形。怎么把目录转化为普通文本呢？非常简单，选中内容，按住键盘上的 Ctrl Shift 加 F9 键，取消目录链接， Ctrl D 打开字体对话框，字体颜色设置为自动，下划线设置为无，点击确定，一下子就设置完成，现在目录就是一个普通文本。但是这一步骤建议大家是在写论文的最后的最后进行操作，因为当你把它设置为普通文本以后，你再次进行更新目录，它是没办法再自动更新了。当我们论文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图片、表格、公式的时候，一般会被要求在附录这边添加图表目录。怎么添加图表目录呢？点击引用选项卡，插入表目录，在题注这边选择我们的标签，这个标签是根据我们当时插入题注的时候选择的标签，如果你插入的是公式，你就选公式，插入有表格就选表格。我们当时在文章里面插入了大量的图片，点击确定，一下子就生成完成。我们可以看一下，只有你引用了它 Word 默认的题注才能被识别，如果你当时题注是手打的话，这边是没办法进行识别的。如果此时在插入公式或者是表格的时候，只需要回车一下，只需要在这边重复的插入图表目录就可以了。我们的毕业论文排版到了这一步基本就可以完工了。那有的同学就问了，老师，我辛辛苦苦设置了这么多的格式，那每次我要进行一份新的重新排版，就要再重新做一遍吗？其实是不用的，只要把文档存成 Word 模板就可以了，很厉害的哦。首先 Ctrl A 把内容全部删掉，因为我们在新建的时候只是引用它的格式，并不需要引用它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新建的论文格式、论文题注、论文正文，这些格式还都依然存在。按住键盘上 F12
进入宝城的界面。宝城界面，我们宝城类型选择 DOTX 或者是 DOTM 格式。DOTX 与 DOTM 的格式区别就是 DOTM 启用了宏。虽然你可能这辈子都用不到 Word 里面的宏，但是有备无患嘛，我们存成 DOTM 格式，它会自动把你新建的 Word 模板保存到自定义 Office 模板里面。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路径保存到桌面或者是任何你喜欢的文件夹里都可以。在这里建议大家保存到自定义 Office 模板，因为这样更便于我们管理。点击保存，现在我们的模板就已经建立成功了。怎么打开我们的模板文件呢？点击文件，新建。在这边特别推荐的模板这边有一个个人，点击个人，可以看到你刚才新建的模板都在这里面了。点击一下，它就生成了一份新的 Word 文档。我们可以看到，再点击文件，新建，个人，点击一下，又新建了一份，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当你对论文格式设置完成了以后，其实把你的论文模板发给你的同学朋友，送亲朋送好友都是可以的。只要是在这个 Word 模板的基础上新建的文档，它都会保留原来你设置的所有格式，是不是非常的赞？在这里建议大家把平时反复编辑的同类型文档全部存成 Word 模板，这样省时省力又省心哦。当我们模板建立太多的时候，需要对模板进行删除管理，强迫症简直忍不了。怎么快速的管理这些文档呢？点击 F12， 还是进入保存的界面，保存类型随便选择一下 DOTM 格式存成模板，把这个路径复制下来，选中 Ctrl C 复制，点击键盘上的 Windows 加 R，进入运行框，把刚才这个路径它已经默认保存了下来，点击确定。打开文件夹以后，把这个模板删除掉就可以了。论文的封面各个学校一般都是统一的，唯一需要讲的地方就是封面信息下划线老师对不起问题，而且这个我们第三节课已经讲过了。所以在论文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就只要讲一下打印的注意事项就可以齐活了。在众多让论文汪抓狂的问题中，最常见的一个就是为什么我的论文从电脑上拷到其他的电脑上，排版就全乱套了呢？对于这样一件特别玄奥的事情，我只能好心的提醒你，随手另存 PDF， 健康快乐每一人。除此之外，还有 Word 常见的打印问题七则，一起来看一下吧。有时在文档打印到纸张上以后，会发现打印出来的内容有错误，没有使用文档中最新的数据，其实就是打印设置里面的更新域出了问题。怎么设置呢？点击文件里面的选项，点击显示，在最下面打印选项勾选打印前更新域，打印前更新链接数据，把下两个勾选起来，点击确定就可以了。我们有的时候在打印文档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尴尬，文档的最后一页就剩了两行，打印下来实在是太浪费纸了。像海宝老师这种拥有中国人传统特质贫穷的人会怎么办呢？光标置于功能区的空白区域右键，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选择所有命令，找到打印预览编辑模式，它是根据英文的 ABCD 来定义的，点击打印预览编辑模式，添加，确定，会发现它已经添加到这里了，点击一下打印预览编辑模式，在这边点击减少一页，
一下子就合并了一页里面，是不是非常赞？它的原理就是略微稍微的缩小了一下字号和间距，整体也是非常协调的。有时候我们为了美观会给图片插入一个背景，在设计选项卡页面颜色的最底端填充效果，图片这里选择图片，找到一个图片我们填充进来，点击确定，插入进来会发现图片非常漂亮，但是 Ctrl-P 我们看一下打印预览，却发现咦，插入背景图片为什么没有办法打印？非常简单，在选项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点击选项显示，在下面的打印选项这里打印背景色和图像，把它给勾起来，默认都是不勾选的，把它给勾起来就可以了，点击确定。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打印预览， Ctrl-P 是不是就非常完美的呈现了。我们通过页面颜色填充效果插入的图片，会发现无论我们的 Word 文档有多少页，它生成的新的页面都是同一个页面背景，而我想要不同的页面背景怎么办呢？首先我们把它的填充色改掉，不同的页面插入不同的背景，关键是要在页眉里面插入图片，双击进入页眉页角编辑状态， Ctrl Shift N 去掉页眉横线，在里面插入一张图片，插入，把它的环绕文字方式改为衬于文字下方，把它拉大，设置到你一个喜欢的样式就可以了。而第二张呢，我们退出页眉页角编辑状态， Ctrl Int 新建一页，你会发现咦，这不是说好不一样吗？怎么还是一样？不要着急，我们的关键还是要在前面插入一个下一页分解符，所以光标置于第二页，点击下一页分解符，再次双击进入页眉页角状态，取消链接到前一条页眉，把这一页的图片给删掉，再次插入一张新的图片就可以啦。设置方法跟刚才还是一样的，首先改变它的文字环绕方式，衬于文字下方，图片拉大，找到你喜欢的一个位置就 OK 了。无论是我们的商业计划书、工作报告还是论文，里面不可避免的会用到大量的图片，而如果这些图片是你5D 四拍的，或者是一些非常高清的大图，那么你在打开文档的时候往往非常费力，编辑的时候会非常卡，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选中图片，在这边点击压缩图片，把仅用于此图片勾给它去掉，保留删除图片的裁剪区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对图片进行裁剪的时候，其实那些裁剪的部分不是被剪掉了，而只是被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把那些裁剪的内容给删掉，分辨率选为打印220就可以了，点击确定。这个时候你的图片虽然看起来没有变化，但它的大小已经更改了。我们在打印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我们选择的顺序是调整还是取消排序都非常麻烦，用调整的话，它总是第一页在最底层，最后一页在最顶层，我们装订的时候还需要再重新调整，而取消排序的话，它会把第一页打N章，第二页打N章，还是要整理。怎么做到打印完我们可以直接装订，第一页在上面，最后一页在下面呢？非常简单，在选项这边点击高级，找到打印选项，把打印选项里面的逆序打印页面给勾选起来，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再打印就非常完美了。哦，最后这两分钟是要说给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你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几乎每个人都有被 N 次虐稿的经历。那么作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年，当以后的我们要虐别人的时候，也要文明的虐，有水平的虐。例如先从打开修订功能开始，当我们需要对别人的文案进行修改的时候，首先点击审阅选项卡，点击修订，打开修订以后，我们再对他的文章进行修改。例如把崇拜两个字删掉，把主题两个字改成哈哈，在这里再添加个数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标记，当别人在看你的修改内容的时候，可以点击这里。简单标记只是有一个标示，所有标记就是删掉的内容，它会画一条横线，你更改的内容，它会把原来的内容画条横线，然后加两个字，加的内容是有一条下划线。再点击原始版本，就会把你所有的修改给隐藏掉，通过对比来展示。当然也可以点击审阅窗格，在它旁边会把你修改的所有内容给显示出来，更加的直观，别人可以接受你的修订，例如接受所有修订，或者接受并移到下一处，拒绝你的修订并移到下一处，它就会改变它的颜色。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一定，当我们要修改别人的文档的时候，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点开修订功能再进行修改。当然为了以防我们被别人坑，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案发给别人的时候，点击锁定修订，然后在这里面输入密码，当别人打开你的文案对你进行修改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关掉修订功能的。很多人会说，修订功能跟批注有啥区别呢？例如我们选中一级标题，点击新建，我们发现在它的旁边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内容，这里面有你的修改意见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批注可以给一个大致的修改意见，而修订可以更加直观地表达你的主见，你可以直接在文中进行修改。而如果呢，现在正在被虐稿的人是你，而恰巧呢，对方给你的修改意见是，这一段我稍微修改了一下，你自己看看。Excuse me， 稍微是多少？其实你还可以保持优雅，不用骂人的。例如，点击一下底角的按钮。如果对方非常不上道，在给你的文章进行修订的时候没有点击修订功能，那么他给你的一篇修改文案，两篇文章，几万字的文章，一点一点的去看他修改了哪些内容吗？其实是不用的，只要点击比较就可以了。例如我们随便在一篇 Word 文档里面点击审阅比较，在这里输入你的原稿内容，打开，在修订的文档这边上传一下对方修改的意见稿，再次点击打开。注意修订的显示位置一般我们都默认显示在一篇新文档，点击确定，一篇新文档就好了。哎，修改了哪里呢？不要着急，点击审阅窗格，双击一下，一下子定位到都哪些内容进行了修改。接下来的内容就跟我们的修订功能一样的，可以显示原来的无标记文本，也可以显示原始版本，就是没有做更改之前的，也可以点击所有标记修改了哪些内容，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例如全部拒绝。
是不是一下子就没有了？非常的方便。在职场里也一样，修订按钮常开启，幸福快乐他和你，比较功能偶尔用，我的心情我把控。最后我们这节课的作业是完成页眉页角的编辑，并把效果图展示出来。你笑起来真像好天气，下节课见。